贵姓呢？我姓张。你写啥身份来着哈？我说不啦。今天第一次来就上社名证明了。嗯，对。贵姓啊？姓张。名字呢？小桃。张小桃，小桃就是那个木字旁那个桃，桃花的桃。对。哎呦，这个名字好。 你是今天第一天来？来。哦哟。以前也栽过草吧？没有，第一次栽草。第一次栽草，第一天到这里。以前这个草没栽过。 那你就把第一次献给了田道山哦。第一次献给田道山。对对对。感觉还能适应不？还能适应不？还好。姐姐多少岁了？ 45。哦，哦哟，那是最年轻的了。55啊。55啊，我还小，少说了10岁哦。55岁。那真的看不出来，那真的就是45，你说45我就相信了。我想年轻。想年轻啊。嗯。不是想年轻，本身就年轻的。不是本身年轻，是我自己想年轻。 小孩都大了吧？小孩33了。33，还没结婚。结婚了，生女的11岁了。哦哟，哎呦，天哪，真是羡慕你们。羡慕羡慕。嗯，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。你看这么年轻，是吧？那么个哟，我一直是有啊。 您是哪里人呢？他也是桃尖。也是桃尖的。跟你一块地方的。今天这个嫂子带我来的。哦，嫂子带你来的。嗯。依然桃尖，哦，依然桃尖是美人屋啊。是的，是美人地方，可以。 今天见到两位大美女。平时在家里是干什么呢？平时在家里要护着老哥身体不好，带孙子，以前也没出去打过工，后面有孙了就没去了，以家庭为重啊，家庭为重，为了后一代，哎。 以前在哪里做事呢？在打工的时候。以前。以前在上海那边。哎呦，那是好地方哦。好地方。嗯，对，上海那是摩登之都啊。那些人都很洋气哦。哦，难怪只有你一个人染了头发。 染了这个，对，难怪我感觉不同啊。这要是沾染到上海的摩登气息，他现在说是太阳晒红的。哦，这样说的，实际是染的。